大家好，我是包奕明，一个创意产业的工作者，20-30年来一直在设计跟创意产业里面工作。那这一次我很高兴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888的一个演讲，主要是在讲我们做事情先后的顺序，如果调整好，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百依百顺。那我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论坛。TEDx Kate Allen Street 走过一个年代，月上无限精彩。10月12号，我们年会见。